赵丽颖和杨赵丽颖是我一直还挺喜欢的。嗯，然后李云峰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你知道吗？杨幂。哦，就是杨幂。有人竟然发现我赞过了那个鞠婧祎，对啊，我很喜欢鞠婧祎，因为长好美啊。嗯，我女朋友不是赵丽颖，我女朋友是杨幂。我知道他另一半喜欢谁。说。李小琴。嗯。杨幂。杨幂。大幂幂比较符合。对啊，还有什么赵丽颖啊，是吧？那我去可以见杨幂吗？那我赵丽颖也可以。你帮我放个杨幂的旁边吗？赵丽颖也可以。总是穿山过水拂面而来，花时零落成你敞开独白，却是日出笑容掩上落败，原是咫尺天涯千秋万载，高山之巅远寄斜游，来者泛泛无足想和天下谈个恋爱。